11月5日晚，陈乔恩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和王少伟、赵小乔以及赖薇如的聚会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老朋友，岁月啊 ，Sam， 你好妖啊！”视频中，陈乔恩穿着粉色卫衣搭配牛仔裤，对镜大笑比耶，举起王少伟的腿当吉他弹，坐在一边的赵小乔也笑得合不拢嘴。赖薇如假装唱歌，王少伟头戴帽子，身着粉色背心，嘟嘴卖萌，氛围超级欢脱搞怪，还直言道：“我们是七朵花。”15年后，王子变青蛙主演和七朵花组合终于重聚，你的青春回来了吗？